Once upon a time, there were 10 suns in the sky. The suns took turns to be on duty one by one at the very beginning. One day, the 10 suns felt so bored that they decided to appear in the sky at the same time. All the life on Earth suffered from the heat of the 10 suns. A famous archer named Houyi bravely shot down 9 suns. Ever since then, people live a happy life.传说古时候，东方天地有十个儿子，都是太阳。这十个太阳住在东海边上的一棵大树上。十个太阳轮流当班，每天一换，秩序井然。天地万物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人们在大地上生活得非常幸福。可是时间长了，这十个太阳就觉得一个一个的上天很孤独。终于有一天，太阳们有了新的想法。我们要一起玩，我们要一起玩，一起玩。对对对，一起玩才有意思。于是，十个太阳一起升上天空，他们一起放出的热量烤焦了大地，弄枯萎了庄稼。老虎等野兽也都从酷热的大森林里跑出来害人，人们在灾难中苦苦挣扎。这时，有个年轻的神箭手叫后羿，他不忍看到人们挣扎，暗下决心要教训那十个太阳。后羿跋山涉水来到了东海边，见到了太阳们。嗨，小子们，你们给我听着，天地让我告诉你们，你们要轮流值班，不要再祸害人间了。十个太阳开始哈哈大笑。我们才不听那老头的话呢，看我们还可以发出更大的光呢，哈哈哈哈哈。说完，太阳们开始发出更耀眼的光芒，强光非常刺眼，后羿忍不住用手遮住了眼睛，大叫一声，啊，好刺眼的光。太阳们得意地说，哈哈，现在你知道我们的厉害了吧，哈哈。后羿憋闷着火气说，你们别闹了，再闹就不要怪我不留情面了，我会把你们射下来。太阳们不屑一顾地说，射吧射吧，让我们看看你的本事。后羿很生气，拿起弓箭拉开弓，瞄准了其中的一个太阳。啊！怎么样，快快投降吧。其他的太阳愤愤不平地说，哼，不怕你，我们九兄弟也一起玩。你们不听我的，我要继续射箭了。剩下的太阳说，哼，来射我们吧。后羿很生气，又拉弓搭箭，嗡的一声，两个太阳同时被射落了。啊！剩下的七个太阳越发生气，射出更猛烈的光。太阳们说，你这小子射死了我们的兄弟，偿命来。对，偿命，偿命来，偿命来，对，偿命来。后羿呻吟道，啊啊，我的皮肤好痛，眼睛好疼。后羿忍着伤痛，又狠狠地连发四支箭，又射落了四个太阳。
剩下的三个太阳吓得全身打颤，惊慌地说道：快跑快跑，别再跟这个人斗了。后羿大喝一声：哪里逃？又连射两箭，后羿拿出最后一支箭，瞄准了最后一个太阳。太阳在天上连连求饶：大神，大神，饶命啊！如果没有我，世界就会变成黑黑的，万物也不能活了。后羿想了想，放下弓箭说：那好吧，我就饶你一死，以后你每天必须按时升空，按时回家。最后一个太阳赶紧回答道：好的好的，我一定做到。就这样，十个太阳被射下了九个，只剩下了一个太阳，人类又可以安居乐业了。他们欢呼雀跃，世代相传，感激着后羿这位大英雄。多少个人上高峰，成功威风，然而有多少真的是英雄？谁是大英雄？